让我在外聚会很晚回家时，是不是老公？哎呦，这啥时候准备的呀，媳妇？你不生气啊？我怎么会生气呢？再说了，你要是不出去聚会，我哪有时间给你准备惊喜啊？快来！虽然我没有参与你的过去，但是你的每个生日我都不想错过。知道你们男孩子也会想收到花，所以我希望我的男孩从一出生就能收到。哎，媳妇，太好了。然后，老公，这个是你准备的礼物。哎呦。这是你10岁的生日礼物，你说过这是你的光，所以我要跟你一起守护。哎呀，嘿，贾维斯，哎呦，这太帅了，媳妇，你过来，媳妇。来，媳妇。嗯。干嘛，老公？媳妇。嗯。谢谢你愿意支持我的爱好。其实我呢，也给你们准备这个升级了的第二钻戒，想给你个惊喜，因为在我25岁这年里，最大的愿望。是用一生出一人的第二钻戒娶你回家，是吧？你呢，一直是我坚定且唯一的选择，我也是想做你的爱人呢，爱不止3000遍。安博，我知道第二对于你们男孩子来说是一生唯一的机会，所以我一定不让你输。那我这杯更念定你了。嗯，哎，等一下，快过来，带你看看25岁的礼物。哎，最新款 PS 我媳妇儿，你也太懂我了吧？那当然，别的男孩子有的，我的男孩子也得有。